因为它的这个有新加坡咖喱的味道。新加坡咖喱的味道是怎样？那泰国的咖喱又是怎样？没有啦。台湾的咖喱又是怎样？比较香。那日式的咖喱是怎样？比较甜。操你不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负责找蛇的熊胖，我是一直吃一直吃蛋都长蛇的弟。我们现在人在高雄，不过天空不错美，下雨。今天高雄下雨。对，期待等下放晴。那我们来高雄吃什么？吃什么？这不是你找的吗？虽然我是找蛇的熊胖，不过这一次是菲菲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牛肉甜甜圈。对，这是甜甜圈找慢牛。对，它的名字叫慢牛。那它是一般住家的格局啦。那我们来去看看它里面的环境，还有它的餐点到底味道怎么样。已经进来了慢牛。慢牛。对，我们今天点了麻婆咖喱起司牛肉甜甜圈饭，还有一个单点火烤牛肉。好，它这里最低消费150元。那我们刚好三个点了三个餐，都超过150。先上套餐的沙拉跟浓汤。还有沙拉，应该是海沙酱沙拉。应该是吧。没有。这个好吃的讲不出话来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正在吃它的味道。好喝吗？我觉得它的海沙酱好像没有很明显的出入，很明显的出入。没有很明显的突兀。什么叫做很没有明显的突兀？没突兀就没突兀，什么都没有，很明显的突兀。就是吃得到味道，但是没有那么重，很清淡的那种。它这笼包很有蔬菜味，那个颗粒感应该是蛮明显的。那这浓汤的味道蛮浓郁的。对啊，我觉得蛮浓郁。不对，还不错哎。浓汤不错，而且我觉得它店里的氛围蛮好的，还不错。欢迎到，欢迎到。套餐里面有50元的饮品，它超过那午茶价格。对。干嘛你？我搅拌了，然后你给我拿去喝下，那对吗？对，不错，你是孝子。它是加糖吗？不是，它是可可拿铁。小了吧？这个叫做搅拌棒，它不是汤匙好吧？它的炸物有一个阿达酱，还有一个是姜蒜蛋黄酱，吃吃看。而且它炸物还蛮快的嘞，先吃原味的看看。嗯，汤炸起来就是比较酥脆一点。有没有嫩？还可以。有没有过老？是倒不会的，就比较中规中矩。然后吃它的洋葱圈，其实我觉得洋葱圈如果炸的好吃，还蛮好吃的。对啊，有些就。我先给你炸过头了，炸的是怎么样？就整个，就整个黑掉，炸掉了。对啊，然后就很难吃。我以为它马铃薯是那种美国脆薯，它是真的用马铃薯下去做成的薯条。我觉得他们家的酱都蛮好吃的，蛋黄酱不错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终于餐点都上来了，他的牛肉甜甜圈终于如愿以偿吃到了他的东西，闻起来很香。今天菲菲点的是麻婆起司牛肉甜甜圈，因为它的这个有新加坡咖喱的味道。新加坡咖喱的味道是怎样？那泰国的咖喱又是怎样？有吧。台湾的咖喱又是怎样？比较香。那日式的咖喱是怎样？比较甜。操你不白。跟台湾的咖喱不一样。嗯，是还蛮不错的。然后有点辣辣的。我觉得微辣，不是特辣的那种。我是不是应该先吃牛肉？
有点像骰子牛。然后它里面有搭配它跟甜青酱，它有配胡椒，然后可以的话也可以加。而且我觉得它摆饰的还蛮美，蛮喜欢的。我们沾它的酱吃的看。它烤的有点 QQ 的，那牛肉算不上嫩，就很扎实。可是又不是那种很柴的那种。不是，这个有扎实。没有，这是起司，你要不要吃？它做的有点像，不吃，有点像豆浆，弹弹弹。好像这个真的很好吃的，要不要咬口看看？好，吃吃看。嗯，我觉得它的牛肉不错，但是它是用牛角肉，但是吃起来还带有点 Q 劲。它的怪鱼啊，都会越咬这种面小的味道。我个人觉得它很软，很软。对。因为我觉得它的饭不会说那种很湿的那种，都是比较粒粒分明。它的面包都是硬的。它的面包是韩国奶油可颂。番茄哦，韩国奶油可颂是那种。番茄，我以为它切好了。先来一片起司，再来一片，再是应该烟熏牛肉。好，我们吃吃看。看那种法国的路线吗？好吃。嗯，面包偏干，但是牛肉味道不错。它的面包是属于那种法国面包，然后吃它的韩国奶油可颂，因为经过上一次那个下午茶，刀子一直都切不开，所以我算了，我直接一口奶油可颂，然后一口烟熏牛肉，吃吃看。我觉得奶油可颂啊，单吃就很吃，你不要去搭配它的咸的东西，反倒会觉得抢了它奶油可颂的香甜味。这点餐点之前还有苏打饼干，我要苏打饼干来搭配一下它的火腿，这就是欧式小点啊。好，我们吃吃看。嗯，真好吃。那个好吃，我这样搭配更好吃。比刚刚的面包好吃吗？嗯。我有苏打饼干加上芝士，然后再加上火腿肉。嗯。我觉得不错。这样搭配蛮好的。我觉得这样搭配不错吃，再搭一点可以吃。不要，我这里都快吃完了。你说那么多干嘛？我说它看起来分量少，可是实际上它吃下来也是很快就会饱。因为小胖的餐点是没有副白饭，所以我们可以另外再点白饭。可是我觉得那碗白饭多了。为什么？那你吃不完。对啊。这点那么多单吃不完。我把剩下白饭给你啊。那这里干呀？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说拿过去啊。不要，你拿过来可能就变我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计谋是不是。咖喱加起司，所以它这里可以随便乱搭。都好吃是吗？因为你点了一盘这个欧式小点，然后里面会有起司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你点的起司，然后你又有加咖喱，你就可以再加上那个起司片，就有那种起司咖喱的味道。百搭是不是？一种餐点，多种吃法。喜欢吃起司的，我就觉得 OK。不，我在餐点上啊，其实都还不错，而且他客人都陆陆续续的进来。因为我在慢聊这边餐点跟大家分享，那如果说你们对这种餐点也很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来看看。不过环境是不好停车，是真的啦。对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 YouTube 的频道，还点赞我们的脸书粉丝团，追踪我们的 IG， 打开小铃铛才会收到上面通知。喜欢我们这部影片的，请帮我们多多按赞加分享，还有更多的文章，请多多 follow 我们哦。拜拜，拜拜。你还要吃这个吗？啊，饭过，水分过多，水分过多。
错。太湿润。没有，他是吃炒串的那个，炒串的那个又煎了，我怎么煎奇怪？蛮好吃的。这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种叫做湿性火腿。那个跟你所讲的那种火腿是不一样。好像是单性火腿。啊？没有，你湿性。你说它是湿性啊，早上干性啊。早上的那个，早上那是干性，对。这边帮你煎一煎，炸一炸就干净了。好，想看我们去哪里吃什么，欢迎跟我们说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